咱爱把握当下，爱行持刹那，这个刹那就是每时一个时间的当下，不管是千年万年呐，或者是呢啊分秒时间，迄、那个当下，咱拢爱好好把握，这个叫把握当下。咱呐现在听得了解呀、啊，那就是过去的当下，听了后呢，有伫咧用心，迄、那个当下用心把握着，迄、那个刹那伫现在，搁听。那真紧就会当受用哦，原来啊，永恒的刹那便是呢，是分秒的当下，所以咱爱精进啊，不管是空间，或者是时间，一点点啊，咱都唔通去会闹事啦，其实。一瞬两间呐、啊，定性幻。那当下这点心，那静定性幻。那起一点心，我决心呐、啊，发心呐、啊，我立愿呐、啊，我学佛一定呢，佛立心嘛、啊，发在行中，一两间。阿弥呢，就是定性，现在是呢老失去啦，无有好好把握当下，永远呢，咱就是凡凡人啦、啊，凡夫啦、啊，还是呢，事事啊，就是顿金，永远呢。都无法度了解天地万物，甚至伫人间有违法的代志，咱嘛无法度了解，所以咱必定爱用心把握当下刹那间呐。有一位修行者，伊真用功，拢真把握时间，一直希望会当入灵觉的境界，所以定定打坐冥想。有一天啊。伊离开厝，去到山顶啊，真正的宁静的地方，坐落来，伊就入定啦。因为这位修行者平时无时间，通好。家头门啊，或者是修翠秋哦，啊，都规身躯呢，翠秋啦、头门啦、啊，拢真长，为着方便，所以伊将个头门呢，安尼规个拢个垫起来头壳顶。这个中间啊，有一只鸟窝呢。特别生卵了，看到一个鸟仔兽，跳伫迄个鸟仔兽面顶啊，一粒一粒的卵啊，咧就生落来啊。孵卵了。
鸟仔脱壳而出啦。鸟母呢，爱搁伫迄个所在夹物件转来饲囝。冥想精神起来时，那会感觉啊，头顶呢好亲像加一挂重量，而且呢好亲像有物件伫面顶啊叮当，探手一个摸啊，哇，有鸟啊秀啊，有鸟啊有鸟啊壳啊。所以啊，伊唔敢叮当，屏息而坐，连喘气粗的呼吸，伊都唔敢。他就是用尽力气，这个呼吸啊，唔敢去惊动着鸟啊。所以呢，伫迄个所在坐，一天、两天、七天。一个月，两个月，这个时间呢，鸟仔慢慢爱大只，鸟母看看介意，安怎点食啊？安怎飞啊？第三个月啦，鸟母啊，带着这群的鸟仔仔，真是而飞啊！这位修行者呢，看到鸟仔已经离巢而去啦。天气也感觉冷起来，真正的微弱的身体，三个月啊，亲像入冬眠同款啊，所以走路呢，真正的苦啊，消失在秋冬交界的这种的气候里，在这片的土地啊，一段时间这么这么安详，天地人物这个动物啊，跟人是遐尼只相好啊，人呢是遮尼只有爱心嘛，惊去惊动着动物，这种情感宁静的境界是偌尼水啊！我一直感觉这个故事呢，真正不管是都是金正是奇事，因为呢这念心。这么这定啊，充分的爱，一份的天地人物合一啊，这呢就是最好的时刻。把握当下，即是任何一个当下，拢正是其时。只要咱的心，咱一瞬两间。拢总是呀，咱本起来呢，依佛当定，真如本性，只是咱六道轮回啊，模糊掉啦。什么时阵才会当头开佛心呢？金正是其时，
现在正是时阵啦，吼！咱每一天的时间，每一个时刻，都是咱会当得到法的时，当下即时，所以咱一定要好好把握着。拄则讲迄个啊，遐尼精进的修行者，可惜伊无断掉佛，也那无遐尼精进啊。他也是会当头转换立性啊，其实伊只是打坐伫迄个冥想，伊所求的境界都是安尼念定。虽然啊心真定着，虽然呢也是真微细的爱心，可惜无听到佛法啦，所以求空寂涅槃。所以每一个时间拢是。真价值的时间，每一个当下，无不都是充满了妙法。时间、空间、人物、境界，每一个当下拢是啊。